哦，鱼也还蛮好赚的嘛。哎、欸，你可以戴史莱姆面具走路。我刚捡到，我不是刚才发现到的。走路啊！二手丛林玫瑰，白痴哦！霸吹正在开派对，我开派对 ，NPC 开派对，他们想开派对就开派对啊！哦，左边的怪好多、哦，开派对了啊！北极、嗯，那表示白天啦、啊，应该换任务了，换了啦，丛林地表走喽。钓猫鱼，这个金鱼可以拿来当饵吗？好像不行。把它这样卖掉，这样。哎、欸，下面有虫虫，有虫虫抓虫虫，我们钓虫虫。有吗？有抓到。啊，丛林啊，这个猫鱼应该少部分人会舍不得卖。很可爱啊。它就是猫啊。鲶鱼哦。猫鱼。猫。猫。猫鱼。嗯，它是猫。不要整一下地哦。要扩扩大的空间。戴着帽子的兔子哎、欸，排队死，这样，可爱吧？要在哪钓鱼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就这边吧，这够大吧？够，宽度不算，要够大，够深是不是？够深。那我知道右边有一个，右边有一个。好。诶、欸，走呢？走呢？走呢？哦，有，够大够大，看到了。嗯，够大吧？大大大。哦哦哦！大大你最大。是这边摆这么平大大大。大大大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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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要这么高的地方掉、啊？没有啊，我盖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一点低，一点低。我不知道啊。掉到可以吗？史莱姆。来吧！都掉帽子。会不会掉那只神鱼啊？喂，还有兔兔鱼哦，有哦有，很可爱。然后那个通常我们不会还，不会还，我们都舍不得还。啊、我们就一整箱兔兔，一箱兔兔鱼。史莱姆杀手。那、啊、佣金呢？哎、欸，佣金呢？打死人会掉啊？是吗？鲶鱼钓到了，来给你们看鲶鱼长怎样。还我啊！我的任务。哦，钓屁哦，还我。哎、欸，哦，对，我没有做钓竿哦。好、
我第一次拿到骑乘的东西。哦，哎、欸，那只超难掉哎、欸啊！你真的很，你这个运气真的很欧哎、欸，在这个游戏运气。可不是在他的地方。有了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好猛啊、喔！猫咪，你走路。哎、欸，工作台太慢了吧？工作台就可以做了，可他游泳很快，你下去跟鲨鱼玩，那个食人鱼玩。欸、还有光哎、欸啊！你游的比他快，你上来按钩爪，钩爪，钩爪，钩爪。哎哎！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他会跳起来啊！你刚刚是不是也偷笑了一下？嗯。啊，刚刚真的是没有啊，刚好在那个哦 ，QQ， 敢追水啊、哦，都快哭出来了，拜托追水一下啊、哦，追一下，追一下，有业绩压力啊。来追随我，我让你们有抢机会，就是真的是无意的，真的不知道他会跳起来。从这个角度想，有乌龟，火力。记得追随。点点，我们这样子，山姆不会打到吗？还是会？点点，嗯哼，你是不是被讨厌了？对，我是不是被讨厌了？对，我被讨厌了，应该是被讨厌了。我被点点讨厌了。什么东西？我刚刚一直在问你说，讨厌杰克？没有啊。那你是不是？那你是不想回我？那你是不是喜欢？没有，我刚刚不在位置上。好、哦，要去洗澡。对，洗澡就是讨厌的象征。好，我讨厌你。呜呜呜！不要来找我吃饭。QQ， 八人，开心了吗？你为什么把他打来我这里？你是不是讨厌我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怎么会讨厌呢？哦，我没有鱼饵了。你附近打那种翻的草会有，可是我没有带那个。杰克有网子吗？那没关系。看，叫你，我要死回去。天啊！要怎么？教主今天聊天室跟小地图重叠到了。没关系啦，聊天室。是看左下角的数字还有没有吗？对。没什么打字啊。好啦，这里。快关台了才提醒。干嘛？没有。你啦。啊我。自己眼皮一直跳。这样发生了。嗯。奇怪，是不是有一个药？我要做用镜面鱼做药水，是不是需要个什么？
镜面。你可以用一个水瓶放在地上就可以了。嗯。放在平台上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子的意思啊。对。谢谢 follow。要洗板了，不行，不能乱洗板，可以打字，不能洗板。不要再跳了，眼皮，住手，住皮，蝴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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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塞，天哪！我只是去上个厕所，我就嗝屁。在外面上厕所。是是是，在外面上厕所。小心被剪掉、哦。啊！哇！怎么那么多锅烧出现啊？是因为刚连续两个锅烧抽中，现在他全都是锅烧的 ID。标记小鱼。你已经被好运锅烧拜访，恭喜一下这五位，耶、yeah, ！这五位又是分，又是没抽到烂系统，真的。我要去海滩，哇，有蝴蝶，蝴蝶，蝴蝶。再来。海边鱼比较多吗？欸，可以钓到武器工具。哦，哦，然后进一来左边，然后洗。没血腥之地，这是好事吗？左边没有血腥之地，但右边有。就是这个很快的蚂蚁，完了，我要跑了，我要死了！恭喜第二次在那边中奖，哇哇，好运好运！你是被好运好运锅烧的惨状，他这种败法，就不要让我都看到板上出现，对，好运，嗯，我知道你们想讲什么，好、哦。哦，好运斧头，红色斧头，我再去做一个。你说贴图吗？好运斧头，第一被好运斧头拜访。哦，那个，哦，我懂，找图片，接找图片，你被好运斧头拜访了。嗯，钓鱼。好，我已经不敢去海边了，怕被那蚂蚁咬死。蚂蚁哦，两斤哎，是不是？哇，10.999了、欸，正常啊。嗯，哇，我也希望有10.999，最好是用100.999，1000块也好。石头的石，1000块也不错。是是是，对，也不赖。
哎、欸，我钓到了。下面好多跳跳跳跳，所以是一定要有鱼饵才能钓东西啊。嗯，而且我刚才最后一个鱼饵钓到任务道具。哎呦，对哈、哦，任务道具那我应该回去，我还吗？哦呦，我还掉了。他们的帽子不见了。不住啦、哦。熔炉，熔炉是这个吗？这个，怎么使用熔炉啊？直接在它附近打开那个制作表就